今天天气好晴朗，处处好风光，好风光。哎呀哎呀，别跑了，这大热天的，晒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待会儿又要长细纹了，晚上回家希诺斯眼霜用起来。看我这圆溜溜大眼睛，是不是贼美？走，带你去风水宝地儿，阳光刺眼啊，看不清啊，那通通都不是事儿。看，这个风流倜傥、潇洒英俊、玉树临风的男子，就是咱们的李仙林总裁，马维莎眼镜，李仙林总裁强势代言。帅呀，第一次听到你夸我。你快歇歇吧，我说怎么李总裁帅气呢。小胖，你快点带我们看看马维莎眼镜吧。嘿嘿嘿，跟我来。哇，这里的眼镜好多耶，可是我就两只美丽漂亮的眼睛，怎么戴得过来哟。这边呢是我们马维莎的墨镜，咱们这个镜片材质呢是1.1厚防紫外线偏光宝丽来片，镜架材质呢是 VR 加上金属组合而成，戴上它不仅可以修饰脸型，还能防紫外线遮光遮阳呢。这样一款墨镜可是咱们潮人必备。再来看看这边呢，是负离子防蓝光眼镜。你知道什么是蓝光吗？这个你可难到我了。蓝光呀，就是电子产品屏幕的氢蓝光，这些光加上与外光源相互产生的漫射光。哎呀哎呀，我知道说这些呢你也不一定能听得懂，其实就是我们手机、电脑这些显示屏发出的光，也就是说每天这些光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健康。那这样的话，一副防蓝光眼镜实在是太有必要了。还有哦，现在我们绿叶可是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了呢，知道吧？跟我们合作的国际一线奢侈品眼镜大牌的有 Dior、 Hugo Boss、 Fendi、 Givenchy、 Max Mara、 Jimmy Choo 等等。看，就是这些，是不是特别的高大上呀？可是墨镜也好，这些防蓝光的也好，款式这么多，我怎么选择呢？是能难倒小胖我吗？现在小胖百科为您科普。首先，鹅蛋脸和瓜子脸是我们大众公认的百搭脸，佩戴各种镜架都比较合适。这个时候你只要来我们马维莎店试一下框架的大小是不是正好就行。其次是圆脸，圆脸适合细长型或方形的镜架或梨形镜架，比如说这边的，这样呢会显得圆脸有棱角一些。再有是方脸，方脸适合圆形眼镜，这样能使本来看上去有些刚强的脸柔和一点。最后是心形脸，心形脸可选择飞行家、椭圆形或圆形的眼镜。我还有独家搭配秘诀没有告诉你们呢，那就是来我们苏州绿叶总部2楼马维莎眼镜店，有专业人员为您定制适合您的眼镜哟。太棒了，我要赶快配眼镜。小胖，快过来给我参谋参谋。有眼光，走着。